既然有本事开，那我们就一起联合打。哎、欸，没错，联合打回去。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嗯，他那个应该是抗击退，然后还有一些自动打的。哎、欸，小。啊，又差一颗，可恶！我觉得红队应该也是知道，所以他们就完全也不想要做任何事情，就是打他们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看红队从头到尾都是只去拦队，他连中间都懒得来。我觉得这样棒，很棒。对，这样超棒的，共同对抗邪恶势力。哎咻哎咻，多拿一些绿宝石。另一边的我吸啊，另一边我吸啊。现在再去黄队那边收集钻石。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浓到后面两，我们多数打少数，他应该会死啊，应该，对吧？看一下，看他，看他那个开的多少啊？有些外插真的会很夸张。嗯嗯，真的就是会一打十的那一种这样子。但刚刚他有被打到血少，只是那个他那个应该是自动攻击，就是你只要在那范围内就可以都会被打到。天哪！哎、欸，不要回溯，我回溯。哎、欸，蓝队跑来了，可恶！我来去找他。有一个跑出来了。嗯，蓝队的跑过来了。我断他路，断他路，打他打他。嗯，也、欸啊、是、啊。碎碎三颗绿宝石。啊、不是那个铁装的就可以了，铁装的就是那个有问题的。哦、好好好，哎、欸，你的装是钻装，哎、欸，钻装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那你有绿宝石吗？你有多几颗？我这边有三颗，三颗。我不知道我家里有多少，我等一下再吸一波回去。嗯，会应该这样够了。嗯，加你的话，你说，哎、欸，我强。跟自己队友抢，我们等一下防具再上一波，配合着 TNT， 好，强力攻势，四个队友一起上，应该有机会，对吧？我这边有四颗绿宝石，我在家里，好，来吗？哎，你在哦？你在家？你在那个？我在绿队，我跑来绿队了，哎呀，那不然我去找你。好啊好啊，让我再吸收一些钻石。那边钻石也吸一下啊。好啊，这边没东西。我们有一个队友也是钻石装啊。他也自己收集到了。还是那是你？你在跑跳吗？对，我现在在跑跳。就是你啦。哦，是我啊。我想说，你不是还在绿队？中间的钻石装应该就是哦。哦，六颗钻石。啊、放这里的箱子，我这边啊，我放十五颗，那应该可以升了。对啊，好的，再把、啊、我箱子还有一颗，再把防具提升。嗯，哎呦，然后那个三颗绿宝石我也放在箱子里。好好好，好。哎、欸，蓝队的床爆了！哦，太棒了，太赞！来来，我们。那就是要变成要杀人了。嗯，金苹果多带一些。决一死战的时候，一手，嘻嘻嘻，嘻嘻嘻。嗯，那我干嘛打 ？Go go together。一起上啦，伙伴们！好，走，我的一些物资就放在里面了，啊，可以放在中介箱。走喽！像他们在中间准备了，go, go 一起联合抵御外插。对，外插。哎呀，我先来盖一下，看看队友有没有跟上。红队一直叠高高。嗯。那我们直接上好了，吃个金苹果、啊。我吃。好，冲哦！来喝个跳药药水，我去放个哇、哦，他还有伙伴。
我看到，哎、欸，会，你打，我在打，我可以干掉一个，我也干掉一个、哇！克利尔，啊，蓝队剩一个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我那个剑是金，好，铁剑而已，没差，至少装备都还在，哎，装备有在，看到蓝队，我看到蓝队了。高高的，他爬高高，会有没有办法炸？没有炸成功，会，哎、欸，他有吉特棒，呼呼呼呼，他掉去 Go to Diamond， 他说 Go to Diamond 哎、欸，哎呀，蓝队 clear， 现在换打红队喽，外差再强，人数的力量。OK， 那我直接在那个蓝队家。好，你在蓝队家。我守在那里。有一个红队。你打杜鱼，我打你，杜杜后。谁家的杜鱼啊？他不咬我，那就没事了。那杜鱼是我刚刚放的。我想说看能不能他们在打我们的时候他偷咬一下，有、欸、有成功捣乱到、欸、有看一下啊、哦、那我站绿队好爽哦，天啊，一人站一个坑，你打我铁卷我就打你，我们有一个人断线了，没关系，嗯，会我打你有没有过来啊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过来啊？来了！哎、欸，我很受伤。哎呦！快来啊！啊！我刚刚还在吸那边的资源。别再吸了！来啦！哎呦！嘿咻！快！来了，杀了他们好几波了！来了！你来了，你来去哪？哦，吓死了！哎、欸，先躲起来，看他那个会不会过来？还有，过来，他过来就打他，杀他！没有，他在拆路哎、欸，霸气，我拆地拆啊！啊？为什么要拆路？是这么怕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，平砍看见他。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可以。哎说，好，我也吃个。好，我先直接过去哦。好。有这里有后面垫子就没问题。会有他们两个都掉了。他下去，好。走，你先走。冲啊！我有TNT，你打人，我去炸。好。会。会，等，捡到东西，啊！床漏了！我在打！哎、欸、嘿，杜鱼，好伙伴！走开！帮你打，啊，爆了！碎，漂亮！杜鱼，还想走去哪？别走！不要走啊！把自己掉去了，没把气，还有一个人呢、欸，没等你。你看那个杀了27啊，一定怪怪的。有啊，他一直守在家里是可以杀很多，只是刚刚那么多人一起上，然后他都还可以活着，这太奇怪了。对啊，因为他没有钻石装，也没有钻石武器，不可能一打八、啊。真的有鬼啊！不过没关系，人多还是可以打爆他。没错。2v2 3v3 4v4 都获胜了。怎样，要不要 1v1 看看啊？行，来。来吧。好、啊。哎呦。有些人还在帮他说话，没有，至少就算他再怎么强，不可能可以抗击退嘛，对不对？那一块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抗击退的吧。你走位再强，也不可能打你不会后退的啊。
嗯，抗击退那就是最明显的了。嗯，一手，啊，对，只要我们有人拿下冠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说哦，你说一打一吗？对啊，加油！任务目标这样啊，但是不能合作，这是规则。Okay, okay. 不然会被检举。哦啊、所以看到我照样打你。行行行，哎、欸，我卡住，我卡住，哎、欸，好好好，你什么颜色？你红色，我是紫色。这张图我也没玩过 啊, 啊！这张图、哦，这张图还好啦，这张图就只是我的 main 图。对啊，我就是看你这张一打多一条命打出来。这张图玩到烂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这张，双人其实也蛮常遇到的。嗯，那是打四打四好像没有看过这张图，还是根本就没有？四打四没有啊，四打四的图会不一样。会会。欸，一直按错。意思一下，意思一下。旁边是白队，希望他不要弄我。资源有没有瞬间感觉变很少？对啊，少的可以耶。嗯。而且我发现，一打一，我好像应该一开始就往中间冲哦。哇，有人要帮我把白队给解决了。对耶，我干嘛？我干嘛要在这边慢慢等支援啊？不要等啊，不要等啊，冲就对了啊。啊，我应该要到中间哎，我在干嘛、啊？因为你知道中间的绿宝石是四颗哎。哇，那还不去啊？哎呀，不然我拿着稿子就来啦。看影片都知道，真的玩就忘了，都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就是很不喜欢来中间。我觉得家真的就算爆了，就算了。就再来一场就好了。那时候，不然你这样爆，你还可以活着、啊。太高了。是 pink， 完了，我不知道我家在哪了。保险，保险。钻石快快升，耶、yeah ！蓝队，绿队，我家在哪、啊？你说谁？你说我吗？我啊！哦你迷路了！我迷路，这关最讨厌就是很容易迷路啊！居然迷路了！啊，应该在对面啊，再拿一波。绿队的床没了，不是我的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嗯、欸，我好像看到白队，所以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里这里这里。这里啊、哦！找到找到哦！找到家哦！找到家的感觉真好。他这样出门，家里完全也没有人来理我。现在有点迷路了、欸，等一下。你也迷路了？绿宝石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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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很空哎、欸。啊！都被你拿光啦！那边很空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！没关系、我拿钻石。吃吧吃。哎呀！哎呦，那就来这样子玩啦，来玩自霸流。黄金怎么那么少？还有三颗。放中介箱就好了。嗯，对啊，一打一其实就建议就放中介箱，这样你到别人那队还可以拿，马上用。没错。一手，一手，一手。白队哦，白队已经灭了。青队可能很厉害哦，嗯，因为他把白队灭了。他一开始就是直接杀过去，还蛮特别的。六哎，那红队就是要打架的。打架流，红队在哪里啊？不要了，还不要过来！欸、你那个小心哦、喔，你那个绿队靠你很近哦、喔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他要扑过来嘞、欸！